第33届电影金鸡奖即将举行，前不久关于本届电影节的入围名单已经公布。作为00后的易烊千玺，凭借主演首部电影《少年的你》就提名金鸡奖影帝，实属罕见，实力与运气缺一不可。此次他将与黄晓明、肖央和大鹏等人角逐最佳男主角。虽然竞争对手实力不俗，但作为影视新人的00后演员能被提名，就是行业评委对他最大的认可。